法律常识节目逍遥法外，主持人 Raymond Debbie。 I have a letter, I have a lawyer, a lawyer来冇听嘅咧，诶，不过今次唔系出俾我哋嘅，不满重提小桃园饭局689发难派律师信，唔知系咪为咗证明俾大家睇，佢唔只系键盘战士咧。689礼拜二向网媒立场新闻同钟建华出律师信，话钟建华呢篇文对佢作出失实指控，具诽谤性，损害佢嘅声誉，要求立场删文兼道歉。文中提到689早前出铺追击 FCC 的时候讲，外国记者协会会不会请黑社会头目讲下社会主张，不会请恐怖分子教人点骑劫飞机啊。令人想起689和黑社会或者江湖中人有什么关系。再讲到小桃园饭局，江湖人物拖马撑689，三运有人出动江湖人物等等等等。通信又说篇文的配图整到689好像黑社会成员一样，又提到689曾经出信给信报要求撤回连月增篇文，结果信报道歉，连月增都没有再帮信报写文了。哇，控人咁啦，但人哋唔惊啊。钟建华话冇喺篇文度指控689系黑社会，但强调佢任内政府确实多番同江湖人物拉上关系。就算689澄清过都好，到依家咧都仲未释除到部分人嘅疑虑啊。立场总编都力撑钟建华，解释张相咧经已流传咗5年，文都冇话佢黑社会啦，咪咁啦。Facebook 呢个近10几年前嘅产物，佢都系近排先至出铺出密啲啫。又欢迎689投稿去立场回应说服读者，劝佢唔好喐啲就威胁告人啊！八料都爆。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逍遥法外》啊！大家好 ，Hello Raymond， Hello Debbie， 系啦，咁我哋今集咧啱啱就睇完689嘅新闻啦，新鲜滚热辣嘅新闻，好似系讲紧啲人诽谤嘅案件喎，系咪？系啊，系啊，咁啊，前特首咧，咁就啊，系前特首。是的，是現任的位是女士，是前特首，是定我想跟他是不是前特首還是再 前的呢？應該是前而已，前特首好像再前是曾，是吧？是啊，是啊，曾才到689嘛，然後才到現在奶媽嘛，對但是這位前特首呢，他都有前科了，都不是第一次出律師信了，他呢都幾興，即係有啲人講咗啲嘢，踩到佢踩親佢啦嚇，咁佢就會發律師信嘅咯。通常啲有地位嗰啲人咧，就好顧及自己嘅面子同埋啲聲譽啦，咁覺得有少少參差可以影響到自己咧，就係咪都出咗封律師信先？咁名譽係好緊要噶嘛，你都係啱嘅，做節目做幕前嘅工作噶嘛，啱。咁如果有人講咗啲嘢，對你的形象是有關的，你會有什麼反應呢？咁都你會咕一聲吞咗佢啊，定係鍵盤戰士喺網上面還擊，定係再將行動升級，整封律師信 ，lawyer letter， 冇咁樣嘅 lawyer letter 咁，冇咁樣嘅 level， 亦都冇咁樣嘅資金可以去 support 我。唔怕你啊，識得我啊嘛。啱啊，好彩啫，真係多謝。多謝 MHK， 係啦。咁如果係有冇試過啊？有冇試過啊？其實又唔會冇嘅，因為呢一行咧，嗰個名就真係名譽大過天噶嘛。緊唔緊要㗎？其實都幾大鑊嘅。咁但係睇下嗰件事個牽涉性有幾大咯。如果可能只係憑即係同事之間、同僚之間喺度講下，就話你講下閒話，係啦，講下閒話嗰啲，我就通常係 Debbie 咯，成日唔守時咯，拍戲咧又賴認真咁樣咧，係啊，超認真咯，超準時咯，人哋遲到係黑面啊咁樣。啊，你知唔知最多人講係咩？我以前有聽過一個咧，就係、是、Debbie 咯，懶係清高咁樣，我哋喺度講緊啲是非啊，講緊啲嘢嘅時候咧，佢例牌行開過走開喎，懶係唔會加入做嗰啲大家互相通風報信嗰啲咧，跟住佢就會話我唔合群啦、啊，又剩啊，唔合群，係啊，唔合群。我以為清高都係一個指控嚟咧，唔合群同埋唔大家唔講啲話不投機咁樣咯，唔啱 channel 啊，大家講嘅咁唔啱 channel。OK， 咁呢啲都算唔算詆毀？
中傷。即我會自己就好唔開心咯，但我會視呢啲係小事咯，因為我覺得呢啲是非嘢，你只係越描越黑嘅啫，你越講咧就賺多啲人去傾講呢件事就。仲講法出去，如果呢啲小事我就會唔理佢嘅。但係我都試過有大事嘅，即係我以前都有同 Raymond 你即係分享過啦。我之前想出書啦，咁佢就話我本身我寫嗰啲嘢嗰啲稿啊相全部都係我噶嘛。咁佢就話唔係，就話我係冇即係誣蔑佢啊。話我話你偷。佢唔話，即係佢話唔係我寫嘅咯，咁樣跟住就話我周圍即係可能同身邊嗰啲人唔係你寫，咪即係你抄人哋咯。即係你攞人哋啲嘢嚟用咯，係因為意思係咁嘅啦。係啊，因為佢出咗嗰本書啦嘛，佢但係我話嗰啲稿係我噶嘛，跟住佢就話唔係啊嘛，但我冇證據嘛。咁我就都有曾經喺 Facebook 呢啲咁樣嘅 media、social media 度都寫過一篇文去，即係講下自己好唔開心啊，澄清一下件事啊咁樣。但係見到嗰啲人就見到，見唔到嗰啲人就算咯。跟住我就冇再去更進一步去追究啲咩啦，或者去揾法律途徑。咁你同佢還擊，佢有冇駁翻回應你咧？佢唔喺我嗰度回應咯，但我又喺自己嗰個台嗰度回應。係啊，佢我會喺我啲身邊嗰啲朋友度聽翻嘅，佢點樣點樣點樣講你咁樣。通常都係咁，而家鬧交已經。即以前呢我們處理那些誹謗案件呢即這裡可以講一下誹謗案件呢就有些什麼要求啦譬如好像你剛才那宗呢已經是接近構成誹謗案件是嗎他說一些不誠實的東西 不實的東西不實了不實不實通常誹謗都是有兩個人鬧交開始的個案都是這樣好像你和你的朋友啦跟住啊六八九前特首就跟一個政治評論員或者一個大學講師寫的稿他們不是朋友但都是兩個個體啦那就網上鬧交以前就紙筆鬧交佢會出新聞喎，但係係啊，出新聞啦，係、譬如咧，好多時咧，啲傳媒咧都會賴嘢嘅，即係嗰啲報紙啊、報道裏邊咧，即係講錯嘢，邊個藝人有咗咁樣，邊個藝人同邊即係做咗啲乜嘢唔見得光嘅嘢咁，咁一講咗出嚟，咁你呢個係？報道嚟噶嘛？係你呢個報道全世界都睇到。啱喎，即係啲狗仔隊追到啲人喺度講。你追到或者你影到相，咁你講就冇所謂啫。但如果你影唔到相，你淨係透過嗰啲人俾啲消息你嘅，或者第三者攞啲消息翻嚟嘅，但你又核實唔到嘅。跟住你又大肆報導。你又出咗街嘅。咁而家嗰個俾你講嗰人企翻出嚟話冇啊，我冇私生子喎。喂。我沒有跟誰搞在一起甚至乎有些更加嚴重的指控喂我沒有非禮我沒有強姦你為什麼這樣說我這樣這個就是誹謗這個呢就有機會構成誹謗咯、即好像在你的 case 那裡 你的前拍檔這樣說這本書不是你寫的這樣但是你就知道這本書明明是我寫的咁啊，咁你即係話我寫，即係我冇呢樣就講嗰樣啦。即係講大話嘅啫，即係你話我曲線嚟話我人格有問題嘅啫。係喎，都有攻擊我。咁如果我係第三者，聽落去，咦？我真係以為阿 Debbie， 即係我睇咗你個 friend 嗰篇嘢，我以為 Debbie 係唔係可靠嘅人喎。我以後都唔幫阿 Debbie 出書咯。我以後都不找 Debbie 拍攝了她形象不好、那你損失很大的是啊我可以講個實的例子給你我之前呢就在紅磡隧道口就有個平面廣告的我跟這個是都是出書這個人合作的時候我就將這些 contact 將我的客戶的 contact 給了這個人跟著出了這件書的問題事情之後呢我跟那個客那個廣告的客戶是 friend 的跟著他A 小姐就打電話給我說咦 Debbie 啊你之前合作開的 partner 呢她跟我說話你怎樣怎樣她說那個廣告呢就不可以再用了被人抽起是啦被人抽起而且她用她的人去取代我這樣
跟住就搞出咗呢啲事，即係但係好彩呢個 A 小姐就同我合作，就好相信我。咁佢就話我只係我就唔會同佢合作㗎啦。但係咧，即係我將呢件事話翻俾你聽，你就小心啲呢個人啦。如果但係呢個廣告，但係你都損失咗啲廣告啦，已經係啊，你已經有廣告被抽起啦。係啊，即係其實佢係咪即時抽起我就唔知道，但我知道佢冇繼續做落去咯，因為我呢個廣告其實幾年㗎啦已經。係咯，咁變咗你係有經濟上嘅損失。嗯。咁所以咧，一般誹謗咧嗰、那個法律定義咧有幾樣嘢嘅。第一啦，一個人講咗啲不實嘅言論啦。咁例如你明明係你做嘅，我話你冇做到，或者你冇做到嘅，我話你做咗咁樣嗰啲不實嘅言論啦。咁係咪真係事實嘅？兩個要對質先知啦。嗯，係咪嚇？我係咪女人定我係咪男人？咁冇咩嘅，呢啲驗身咪知咯。係咪有證有據噶嘛、嗯？第二咧就係呢個言論咧，就唔係我同你閂埋房門咁講。係，即係而家我哋唔落錄影機。唔直播，閂埋房門，我係咁唱你咧，即係冇對外嘅咧，就唔算誹謗嘅。我係咁鬧你人渣啊，撲街啊，冇人性啊，偷呃拐騙樣樣做齊啊，咁全部都假嘅。但係冇人知嘅咧，得我哋兩個知嘅啫，就唔算誹謗嘅。但係一打開門口，出邊個有第三阿嬸聽到，或者錄影哥哥聽到，或者出曬街就死得啦，就全世界都知噶啦。咁要全世界都知道，有第三者知先叫誹謗咯。跟住仲有咧，就係、是、聽到嗰啲人，即係譬如揸錄影機嘅哥哥啦，或者一個掃地阿嬸啦，第三者聽到係有反應嘅。O、okay, K， 又會信以為真嘅。嗯，咁就會構成誹謗啦。如果我同你喺度硬交，啊 ，Debbie 啊，冇人性啊，冇天理啊，咩、家人老弱咩都做齊啊。即係證人渣啊！但係掃地阿嬸話黐線嘅，我認識咗爹哋幾十年，佢點會好似你咁講咧？如果姐姐聽咗唔信嘅咧，就冇事，就冇唔構成誹謗啦。哦，所以要符合曬呢幾個條件咧，先至叫誹謗。唉，早啲識你咪好咯，試一早就可以揾賠償啦。咁所以咧，譬如好似講翻個新聞啦，阿名人啦，阿前特首啦。咁有人就講咗一啲説話，就好似嗰篇文章咧，就講到咧，佢同好多黑社會咧就，即係你個社團咧就千絲萬縷啦，好似啊，即係我冇睇嗰篇原文啊，所以唔知點啊。係。咁啊，總之係應該係講佢同有啲社團有關啦。係。咁啊，唔知真定假啦，呢個指控已經嚇。咁啊，另外咧，呢個指控係咪向第三者發布嘅咧？咁梗係啦，咁報紙一定係啦，喺立場新聞度公開嘛，唔係佢兩個私底下來信嘅啫嘛，係公開博火噶嘛。嗯，跟住第三睇咗嘅人信唔信？嗯，睇咗嘅人會唔會因為睇咗嗰邊嗰張相或者嗰邊報導就會信阿前特首係同社團有關咧？咁呢個又要睇埋。嗯，咁所以要三個條件都符合咧，咁就會有機會裁定誹謗罪名成立啦。咁如果你咁樣講，有第三者信先至成立，咁佢如果真係要打官司嘅時候，咪要傳召第三者，即係或者好多一啲係啊觀眾人物，啊啊、要揾啲觀眾㗎，係啊。呢度就係舉證嘅其中一啲巧妙嘅技巧嚟㗎啦。係呢就係點樣去點樣去攞證據 present， 即係演繹呢個證據俾個官睇咧。例如可以攞住呢篇報導，做一個街訪。問下50个人睇過，你覺得你睇完呢篇報導之後，會唔會對阿前特首有 A 嘅反應啊，定有 B 嘅反應咧？咁我咦有喎、哦，有50个人睇過，有25个都覺得會嘅噃，咁有人就已經係有機會中咯。哦、但你話唔會俾50个人睇到，點會呢？佢特首嚟㗎嘛，點會黑社會會員呢？就算呢張相 key 個頭上去，佢都唔會係黑社會啦，我唔信咁樣。咁如果50个睇過都唔信嘅，就冇啦噃。OK， 咁睇嚟誹謗罪咧係需要幾個元素嘅，咁。你可以重新再諗過，但係事隔好多年，事隔好耐啦，唔緊要，長知識，長知識，長知識啱啊！我會小心啲，繼續學識做人，喺呢一行打滾係要小心啲嘅。好啦，咁我哋下 part 翻嚟再討論呢一個，再講下深入啲嘅誹謗案件。好啊。
下拜見。